李连杰作为一代武术和动作电影行业的领导者，不仅有很高的声誉，而且对国内动作片也有无与伦比的贡献。因为青春、事业的原因、工作的过度，现在他看起来很老了，55岁了，是一个这是一种严重的疾病。我相信你一定不熟悉李连杰的《英雄英雄》，这也是一部经典电影，再现了李小龙电影《武林之门》。他还表达了对李小龙的敬意。李连杰作为浩然在陈震中的角色，可以说是李小龙的角色，他已经过去了，这部戏的作用深深扎根于人民心中。他是陈震的日本女朋友 Yamada Hikaruko， Yamada Hikaruko 的画作被称为 Shinde Nakayama， 虽然名字更为男性，但可以看到 Shinde Nakayama 是一个真正的美女，相当弱的女人的小鸟态度，真的让人看了难忘。 Shinde Nakayama 和李连杰完成这部电影后，两人之间发生了一起丑闻。当时 Shinde Nakayama 刚进入中国电影，对李连杰非常着迷和钦佩。 Shinde Nakayama 是如此美丽，他不知道李连杰是否感动了他，但这是真的。他后来没有选择 Shinde Nakayama， 也许是因为 Shinde Nakayama 是日本女演员，所以李连杰不敢跟他结婚，毕竟电影不是真实的。在电影中，陈真的敢于和所有的人说话， Yamada Hikaruko 是一个日本女孩，但现实是如此的无助。但所有这些都是猜测，真实的情况只有两个人知道。既然李连杰有一个家庭和两个女儿， Shinde Nakayama 仍然未婚。事实上，近年来李连杰在互联网上的评价并不是很好，主要是因为他在新加坡改变了国籍。事实上，有一种误解，李连杰最初改变了新加坡国籍，只是为了更好地开展自己的公益性基金，以促进民族的变迁。不管怎样，李连杰对武术界的贡献和对国内动作片的贡献确实是显而易见的。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，欢迎留言参加讨论。